讨热点经济话题，分享有趣湾区生活。欢迎你收睇《大湾区财富通》，我系张毅。嗱，农历秋分啊，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喺广东到处都系一派丰收嘅景象。今年月字号嘅农产品啊，可谓系产销两旺，成绩亮眼啦。唔单止走出大湾区，仲走向世界添。一齐感受下广东庆祝丰收节嘅热闹场面咧。鱼满仓，道喜人，梅州友走进千家万户，狮头鹅摆上世界餐桌。金秋九月嘅广东，处处都系丰收美景。9月22日晚，喺汕头濠江，广东省庆祝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正式开幕。下面我宣布，广东省庆祝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开幕。今年的丰收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第一个丰收节，亦都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之年的丰收节。它不单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亦都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验。广东21个地市市委书记都发来了打 call 视频。今年广东丰收节为什么选择在汕头举办呢？汕头呢，是我们潮汕文化的一个代表性城市。汕头呢，这几年的乡村振兴工作、做得很好，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在这里有一批特色的农产品，大家看到了狮头鹅。我们感觉选汕头啊，就是要把汕头的乡村振兴成果展示出来，把潮汕的文化推出来。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2021年三农工作的重心转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民菠萝频频登上热搜，生果价格创新高，产值攀升至22亿，辐射带动近50,000农户、14.5万劳动力增收。广东喊全球人民食荔枝，月字号产品走出广东，走向世界。今年荔枝销售季，广东荔枝出口逆势增长，出口量近20,000吨。是去年的4倍，是2019年的6倍。深海养殖，精细加工，湛江的蓝色粮仓，一条条罗非鱼，从渔场到餐桌的水产品加工产业链已经贯通，这些都是广东农业交出的漂亮答卷。下一步，广东在乡村振兴方面将会有更多部署。要打好九大攻坚战，现在这九大攻坚战正在一项一项地推出，我们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这个规模和人数的叫做助镇帮镇扶村的工作部署，在1127条一镇进行了组团式的派驻工作队，这一批工作队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实施新一轮的产业振兴的重大工程部署，这就是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建设。新时代有新型农业人。数据显示，去年广东省软力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排名全国第一，农业农村电商发展引领华南地区，这个亦都是广东数字农业深耕乡村的标志性体现。作为新农人，他们有什么想讲的呢？今天呢，我引进了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插秧，还有自动驾驶收割，还有自动驾驶这个拖拉机，用上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北斗卫星，然后用这些设备来带动我们这个周边的农民来种粮食，减轻了我们这个劳作的一个强度，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效益。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呢，我觉得这个心情啊，感觉都是很激动。我想对所有的新农民说，做农业我们是非常骄傲的，也很自豪的。庆丰收，感荡恩，秋收时分，我哋共享丰收嘅喜悦啦！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保供稳价，安生产。
广东省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创新家禽水产蔬菜瓜果临时收储补贴政策。广东省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推动种业振兴，创建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确保生活物资安全供应。十三五期间，全省粮食年均产量超1200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5303.63亿元增加到793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省农机总动力超过2480万千瓦，建成高标准农田130.38万亩。创新驱动强产业，广东开创性的构建以大数据为核心、市场消费为导向、品牌建设为抓手的农产品12221市场体系，助力粤字号品牌红遍全国、享誉全球，加快推进荔枝、生猪等国家两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加快发展数字农业，建设一批数字农业试验区，举办世界数字农业大会，组建广东数字乡村发展联盟。截至9月，广东累计创建16个国家级、161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6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116个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跨县集群、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产业体系初步建立。现代农业进入全面转型升级阶段，一二三产融合、产加销一体格局总体形成。环境整治美生态，广东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全域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570余条美丽乡村精品旅游线路，34个乡村入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因地制宜打造四小园等小生态板块60余万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农村面貌明显提升，全域完成环境基础整治，岭南大地面貌焕然一新。聚智育才双丰收，广东把人才振兴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全面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创新广东百万农民免费线上培训工程，创立广东精勤农民网络学院，新增省重点龙头企业174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51家，全省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5.1万家。如今的广大农村，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原本是人才洼地的乡村呈现出人才济济、能人遍地的喜人局面。一支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正汇聚成南粤大地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协作帮扶助共赢。在脱贫攻坚决胜决战之年，广东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扶贫协作。据统计，广东已累计援助各类资金659亿元，引导投资3300多亿元，帮扶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四省区14个市州、93个贫困县摘帽，5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为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长期制度化发展，创造了广东经验，贡献了广东智慧。